协会已经发出去了吧？灵能协会还没回应，他们是不舍得交出灵能资源，还是根本不在乎以及学生的死活？耐心点，老妖，协会不可能不管。我们的协会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对。 他们一定会守护我们的。阿豪，别做没用的事。凌乱，别阻止我，我跟他们拼了！白痴，凭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你以为你能打过他们？大家一起上！他们只有四个人，别怕他们。 冲啊！喂，说了人质就该有人质的样子嘛！请帮我动真格才肯学乖嘛！老妖，别搞得太大动静！阿豪，陈杰子。 快走，其他人怎么办？丢下他们不管吗？这话真好熟悉，就之前也有人对我说过。就是这孩子，丢下别人不管，自己先跑了。这母怕孩子被困在湖心，离家那兔崽子的大好，竟然抱着那唯一的浮球游回来，把其他脚抽筋的小朋友全给扔那儿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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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的，对不起。妈妈。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？浮球太小了，五个人一起的话都会沉下去的。我先保护自己，真的做错了吗？你先保护好自己，别管其他人。快走！走地，左岸的地方，从侧面出去。那是。乱起来了。 看来是时候动手了。往哪儿跑？什么？没错了，阿豪，协会已经派灵能者来了，是疾风，最近人气很高的新晋四星灵能英雄，速度很快的那个，原来早就埋伏在外面了。好快！ 厉害，又看到两个。真的，在哪？别找了，管自己就是。等他解决完所有歹徒再。他怎么把剑收起来了？不对啊，凶徒应该有四个，他刚只砍倒三个，还隐藏在人群中了。疾风，疾风，听不见。 糟了，不管了，我先逃出去再说。喂，是，全部解决了，学生在往外跑呢，善后工作交给你们了，我先撤。不好，去死吧你！金风，小心！其实我也没有不管他们。 我先游上岸，然后大叫，引起灵能者注意。大家才得救的，我是想当英雄的。我本想学着你的样子，混在人群里把你干掉。要不是你这臭小子，我就得手了。说。 你要怎么死才能补偿我？喂，别伤害那位同学，有事好商量。行啊，只要你把剑扔掉，我就放了他，很公平。就这脑子，也配和我谈公平？可是，如果不扔掉剑的话，什么？不肯？ 你不是协会的英雄吗？要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
你就这么不在意他的死活？我就知道你们这些邪鬼的人都虚伪至极。够了，住手！只要你放了他，剑给你。白痴，没了剑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货，眼睛看哪儿呢？秦风，你居然恋人之言！本台报道，昨日晚八点，温城学校发生凶徒挟持事件，协会四星灵能者疾风成功解救200余名师生。据目击者称，当时四名身份不明的凶徒闯入校园，手持凶器挟持了数百名正在上课的师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守护每一位市民是我们的义务。作为灵能协会的成员，我们拥有特殊的能力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拥有一颗为市民服务的心。疾风英雄，疾风英雄，疾风英雄。对不起了，同学，情况紧急，现在不解决它会造成更多麻烦，很可能大家会再次受到威胁，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。你是为大家而牺牲的英雄，我的刀很快，你不会感到太多痛苦的，安心。喂，出了点小意外，确定解决了，死了几个学生，让公关部处理一下吧。检测完毕，目标对象达到要求。这什么东西？恭喜您获得一次复活机会，是否接受？复活？是指不用这么憋屈的挂掉吗？那当然选择。是。宿主接受复活，系统绑定，开始修复。修复完成，复活奖励，宿主获得一次俘获能力，是否发动？俘获又是什么？刚才砍得那么深，居然还没死，那就再砍一次。啊你！俘获，复制成功，赢走，完美级。这什么？我的腿！我小子，居然拥有和我一样的赢走技能，还以为你只是个普通混蛋。又是他的技能。这回该死透了！流血！白复活了！又搞什么？不过，不过一号小弟疾风，操控完成。主人，啊，什么情况？疾风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
俘获能力复制，宿主获得并解析被咬对象活性基因，可选择对方一项能力进行复制。操控，宿主将系统因子注入对方体内，改写其基因序列，使其听命于宿主。啊，这也太 bug 了，我咬了一下他就这样了。我要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咬一遍，我岂不成王了？真的假的？这家伙刚才明明一心要砍死我的。对不起主人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仔细想来，晚上这些快走漏洞百出，在有这么多人质的情况下，完全不打算直接进去。万一绑匪突然失控，放心吧，协会与他同在，牺牲多少人都是有可能的。为了制服凶徒，牺牲几个普通人很正常。堂堂疾风，居然说出这种话，还是现在是你之命。整个协会不会都和你一样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？这个我不清楚。真的听命于我是吗？那你自我了断吧。是。啊？什么？你现在听，还真是完全服从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死。疾风，怎么这么久还不出去？大家都在外面等着呢。你们。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快穿上，全部穿上，别愣住那儿了。这人是谁？和疾风一样是协会的灵能者，他知道疾风这次行动的所作所为吗？同学，你也快点出去吧，你家长一定心急如焚。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稳。妈，小乱。啊，灵乱。小乱，你终于出来了，到底在里面磨叽什么？我没事。啊，小乱，你身上怎么都是血啊？快去检查一下。我真的没事，妈，我好着呢。疾风，等等，能耽误几分钟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你们聊，发布会在十分钟之后开始哦。嗯嗯，谢谢。什么事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了，就是想问问，昨晚那位小男生真的只是粉丝吗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我只是好奇了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新闻发布会的稿子写好了吗？我帮你看看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安静，别说话了。牛顿曾经说过啊，万物都受引力影响，分值不足，如想再次激活，发动俘获能力，需扣除50点积分，目前积分零。什么嘛，咬人能力原来不是无限使用的，之前是因为特殊情况给我的复活奖励啊。用积分兑换能力，可怎么获得积分呢？祈祷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你。还是有什么密语？妈咪妈咪呼！喂喂，系统，你倒是给份说明书啊！算了，想不动了。复制了疾风的技能之后，就特别容易饿，强劲的体格很耗能量啊。喂，凌乱，凌乱！嗯，干嘛？猪头，不。朱老师，站起来，刚才牛顿讲了什么，重复一遍。牛顿那个。老师，都怪昨晚的凶徒，我还没缓过来才一时走神的。昨晚那么惊心动魄，今天却照常上课，这也太恐怖了。那只是个意外，现在学校加强巡逻，你们很安全。离灵能考试可不到两个月了啊。把心收回来。可是老师，真的是意外吗？学校平时就有异能者把守，昨晚那帮凶徒
却恰好在换班的间隙挟持学校，中间可只有二十来分钟，他们分明是准确利用了这个空档。换班时间是只提前一天定的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只有教导处有安排表，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？哼，凌乱，你是说教导处勾结凶徒挟持学校吗？王天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是你说只有教导处有时间表，还能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觉得事情有很多疑点。昨晚有好几个教导处的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受伤，你居然怀疑他们？我没有。好了，这是物理课，不是推理课。凌乱，后头站着去。蠢货，被罚站了吧？干嘛针对我？招你惹你了？诬陷老师，来自朱大勇的反感，分值加一。啊！被老师骂能得积分？终于下课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罚站这么久，爽不爽？别叨叨了，快扶寡人一把。我快饿死了，长这么大就没这么饿过。一会儿快请我吃个饭。哼，就是不巧我昨晚自习课请假，否则用不用疾风出手还不一定呢。就是，浩哥，你可是全校最强，高考一定会考上灵能专业，成为真正的灵能者。什么话？浩哥现在已经是灵能者的实力了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尽力帮助大家的。我感觉自己可以吃掉头牛。才不会像某人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逃命。凌乱，听说你昨晚只顾着自己逃，完全不管其他同学的死活。是，我听到凌乱说了。我也听到了。我也听到了。自私自利，就是这样。来自包守宇等同学的反感，积分加十。怀疑老师。哎，怎么他们反感也加积分？王天浩，你说什么？实话实说而已。陆家豪，我劝你离这种人远点。近墨者黑，你也算有点资质，说不定有希望考上灵能专业，别被小人拖累了。今天是故意找茬的吧？收回刚才的话，否则怎么样？打我？哼，就凭你们两个废物也想打我？我可是全校最强。殴打同学，来自王天浩的反感，积分加五。果然是做让人反感的事才会加分，这什么破设定啊！那不等于是让我做尽坏事才变强？这系统也太恶趣味了吧！别人家的都是装腔、氪金、说骚话就能变强，我这是要当坏蛋算什么回事啊！啊，怎么感觉有点冷？凌乱！啊，浩哥，我不是来的正好，是你先动手的。我不是有意打你的。心头，你以为你这废物能逃出我的手心吗？见识见识王家绝学，风雷掌！浩哥，浩哥，他人已经没影了。人呢？喂，阿豪，我在学校后面的自助餐厅。阿豪，这这这，王天浩在满世界追杀你，你还有心情吃饭？哎呀，饿呀！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不是存心打他，都是为了测系统。老板，他已经吃了四个披萨，两只烤鸡，五份牛。暴饮暴食，来自陈月半的反感，积分加一。这倒霉系统，平时他是嚣张，但也不敢随便出手，你这不是给他理由打你吗？打算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一下课就溜呗，幸好明天周末。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他？这人虽然讨厌，但实力强也是真的，毕竟家里有那么大的公司，能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灵能药剂，像喂猪一样喂，突破成为灵能者是迟早的事儿，你还能躲灵能者一辈子？要不你也试试灵能专业，成为灵能者吧。我就算了吧。我觉得你挺强的呀，我应该是打不过你的。如果是因为没有灵能药剂的话，
我家里应该可以多给我一些，我送你。哎哎，打住打住，兄弟归兄弟，谈钱就免了。不过这顿你请啊，一支低阶基因药剂就要大几千，这花销可不少，你总不能让你爸再养个儿子呀。算了，我也不想成为什么灵能者，我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哦，好吧。昨日温城高中发生一起凶徒挟持事件，在这危急时刻，我们的英雄疾风挺身而出，凭一己之力击杀四名凶徒。哦，是疾风啊。疾风，哎，原来今天有昨晚事件的发布会。疾风他会怎么说昨晚的事呢？下面有请四星灵能者疾风。哎，怎么是他？疾风去哪儿了？各位，很遗憾地通知大家，疾风出席不了今天的发布会。其实在昨晚与歹徒的激斗中，他为了保护学生拼尽全力，受了多处暗伤，就在刚才暗伤复发，不得不送去紧急治疗。疾风受伤了？多处暗伤？原来昨晚战斗这么激烈吗？啊，疾风受伤了？怎么可能？昨晚他最多只受了些轻伤，怎么会需要紧急治疗？通知疾风死亡。什么？或许近期疾风都无法和大家见面，祈祷他早日康复吧。难不成是因为疾风要说出实情，所以就被抹杀了？可恶，灵能协会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？灵能协会应该不会做赶尽杀绝的事吧？我记得当时灯光很暗，而且我还满脸血污，前后他只见了我几分钟，也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没理由认出我。肯定是这样，否则那个女人早就找上门了。如果灵能协会知道我有咬人能力，实在太危险了，肯定会像疾风一样被秘密干掉。必须更加谨慎。嗯，下周一还要面对王天浩的贼子，人生太难了。妈，有吃的吗？小乱，我马上给你做。这古古怪怪的。林乱吗？林乱吗？是胖婶，搞什么？林乱，你妈投了多少钱？啊？什么投钱？权健制药厂在募集近千万资金之后，厂长孙成功携款潜逃，承诺回馈给投资者的高阶灵能晶石也被证实品相低劣，甚至只是普通的时候。今年类似庞氏骗局层出不穷，还请广大市民，特别是中老年市民保持警惕。十万，凌乱妈，你投了十万，那是老林的抚恤金吧？妈，别哭了。都怪我多嘴，说什么买灵能药剂给孩子补身体，考不上灵能专业，多少也能增强体能。小乱，可别怪你妈，她本来也怕上当，可前几天你学校凶徒的事一闹，你不是最后一个才出来吗？你妈担心坏了，才下决心给你买的。至少你下次能跑快一点啊。妈，没事啊，林乱妈，这不是有人在抗议了吗？兴许啊，还能拿回点钱。我们会一直在制药厂蹲守，直到帮大家讨回公道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小乱，你别。我只是约了阿豪打球，没事的。这就去县城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退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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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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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各位，我们需要排一下蹲守的轮班表，别让维权耽误了自己的生活。先这样，大家过来加一下维权群。好，今天就由我先蹲守，大家先散了吧。有情况我会在群里通知大伙。
这儿应该能找到线索吧？只要有骗子或者他同伙的地址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不是吧？连张名片都没有，收拾的真干净。这熟练程度，这群人是惯犯吧？谁进来了？肖兄弟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你是刚才抗议的领队？我那个刚才后面的门没关。哦，这样。来自刘本的反感积分加一。我不是在帮他们吗？他怎么会对我产生反感？